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12月10日讯，今晚18点，国安将在亚冠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蔚山现代。赛前，国安球员李可更新微博为全队加油打气，李可写道，关键一战，目标不变。A huge game today, only one thing, and on our minds, let us go. 编辑，姚凡。在亚冠历史上，北京国安曾经21次对阵 K 联赛球队，共取得4胜5平12负，进18球，丢28球，是中超俱乐部中对阵 K 联赛成绩第三好的球队。此番对阵蔚山现代，若国安取胜，将继续创造球队在亚冠的最佳战绩。编辑姚凡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